又发了一波，所以我想这做个520大餐吧。那做一顿好的法餐必须提前思考一下，给你们看，我准备好了一个六道菜的菜单。先做一饺子皮，因为这个有杏花，我这里做一个黑色和一个黄色，这样可以做一些花纹。做 amuse-bouche 那个小枕头要切一些小方块了，然后烤的时候它会膨胀。我里面挤一个茄子酱，我们现在来做茄子酱。很怕这个机器了。做配虾的那个酸辣的酱汁，里面放了青椒、红洋葱、小米辣、大蒜。搭配虾我要用 fregola， 就是意大利的一个意面，就是烤过，所以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味道，很好吃的。那这个就用两个颜色的面皮做一些花纹在饺子上面吧。我想做的这个菜就是把上海的葱油鸡结合和西餐的那种低温满煮鸡胸，因为低温满煮可以做的比较嫩，所以先熬一个葱油，香味就开始出来了。鸡肉卷60度30分钟，鸡肉卷才配一个胡萝卜泥，盆里面放了橙子皮，要炸一点橙汁在上面，然后和汤混合。这一个是做我们法文叫 prêt dessert， 就是甜品之间吃的一个小甜品，一般就是冰冰的，有点酸酸，这样让你的胃口就恢复一点。配橙子冰沙需要一点百里香，正好我种了一点。那做漂浮刀需要有银色卡士达酱，我现在就把部分的牛奶换成椰浆。我现在衣服换好了。我们家没有真正的餐桌，一般是在茶几上面吃饭，但是今天就不行，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正好居家办公卖的一个小桌子，正好利用起来。我们现在来摆盘我今天的第一道菜 amuse-bouche 小枕头和茄子泥，先在枕头里面破一个小洞，就这样，这样可以把馅挤进去。正好有这种巴西米克小珍珠，蛮漂亮的。顶部再放一小片辣椒。好嘞，开胃小菜，小枕头，啊，就这样一口猛的配香槟。小枕头。蛮辣的，是有一点，不过太味啊，这个味道还是蛮有记忆点的，是吗？嗯，那就那个青椒酱和那个 fregola 在一起拌一拌。amuse-bouche 之后，我开始摆盘第一道菜，青椒橙子虾仁。用坚果辣酱来装饰。第一道菜的虾仁和橙子、青椒，就一个有点酸辣的，然后下面就是 fregola 了。下面、一个意大利的面，味道很特别的，你尝一下。说实话，我今天现在肚子还真的蛮饿的。吃法餐的一个好处，你烧菜烧的时间长，肚子饿呢就觉得更好吃了。哎，我觉得这个有点辣，里面也有一点小米辣。哇，你做法餐现在开始用小米辣，做融合一点，好吃。接着上第二道菜，六星蛋黄意大利饺子。辣冻少不了，
最后加一点帕玛森芝士。第二道菜，溜心蛋黄饺子，还有帕玛森芝士，还有辣冬。哇，真的是溜心的，感觉好嫩。是很要和那个帕玛森，帕玛森一起融化呢。还加这个辣冬，有点那种卡布纳拉的感觉。嗯，哇、啊，这个真的好吃。其实我觉得我能吃比两个更多的饺子，但这个饺子很鲜感。放心，后面还有东西呢。王太，你做菜真的有天赋，给你个赞。谢谢。第三道是法式纵油鸡。主菜，低温慢煮鸡胸肉，纵油，胡萝卜，还有一个鸡肉汁。所以要蘸这个酱吃的吗？是的呀，鸡汁、胡萝卜或者那个鸡汁都可以。啊，这鸡汁两个可以一起蘸。对呀。反正鸡肉本来就有鸡油，有那个葱油在上面，还有这个葱的香味。这鸡肉感觉特别嫩。对啊，本来那个葱油鸡不就是那种很嫩的，就啊，有点正正好熟的那种，不是那种踢腿，每次就在中间就有点粉红的那种感觉。这个有一点法式奶油，法式葱油鸡的感觉。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概念。Pre-dessert 环节。一道百里香香橙冰沙。Pre-dessert 就是橙子、君度酒、百里香和豆蔻，就是一个冰沙的，比较清爽。哎，真的很清爽，而且这个百里香的那种香气也和这个橙子冰沙融合在一起了。是，百里香和橙子很配。哎，我吃到现在终于不饿了。这个东西应该是说你再饿。最后的亚洲甜点，夜香漂浮岛。哇，这看上去很嫩哎，短短短的。嗯，对，就蒸个30秒就可以了。这是什么？就是蛋白，就是一个蒸熟的一个蛋白霜，蛋白和糖，它很轻的就飘在上面了。好吃。喜欢吃椰子味，是我也觉得椰子味挺好，其实第一次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最后一道了，对吧？是的，吃饱了吗？好厉害，王太辛苦了，谢谢你。必须。瓦林快乐！祝大家瓦林快乐，拜拜。拜拜。